大家好，我是九 man， 我今天在 Free Fire 的影片里面担任的是一个硬汉的角色，所以我的火力会很强大。哎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可以啊。OK， 好。很多的球。这一面。然后呢，我有余力的时候呢，也会输出一些救援物资给我的这个队友，像我手上这个香菇，啊，吃了可以补血，很健康，很养生。啊，胖哥哥的香菇，要不要吃一下？来啊，来，来，来。我觉得这个阵仗真的是蛮大，因为你要知道，很多即便到电影拍车子的镜头都是用绿体，对吧？啊，对。现在是王镜头的上下两方，这两个角色。现在来了。那车子会实际拍的，就是这种好莱坞等级。先选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重量级的佳宁。哎、hey, ，知道我家人在哪里吗？太低了，太低了。他说我看不到光，没关系。看得到，看得到。看得到，真的很紧张。来喽。没事吧？啊！说不出来。哎呦喂！我哥伦比亚驾训班毕业。啊，真的？你去哪个驾训班？我可能我近期也去一下。OK。快快啊！上你了。眼泪掉一颗下来，谢谢。手到。谢谢。不要！来，一个人在我旁边，把我这边。这边的那就是。有就差小，快点走啊！快点，你不要搞大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kimmy 网络闺蜜。大家好，我是。Yeah, someone's gonna shoot like a bullet at me, and I'm gonna just like swing it off. 他说：“这到底是什么戏啊？”Skimmy 的这个是对的，那你前面就该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黄氏兄弟，我是雷，我是九九。你看，在战场上面还敢穿这么亮，
就是完全是被他杀的那个角色，对，完全就是被针，想要被针对的那种。可我觉得今天的那个拍摄很特别，因为是第一次经历就是这种枪战，嗯，因为我们之前可能拍过几支广告，但是都不像这样。没错没错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来 ，rolling。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。一靠上去以后，对，一靠上去你的基本上就打了之后就转。好好，等我两边喝酒。之后倒退一下。就看他怎么。Andy 的枪的位置。对。那已经1000卡了，今天。嗯。这次枪跟太杂，快一点。对，摄影师已经快。跳不过去。对对对。好，对。对，你说。知道我过了什么？九面，等到九面过你之后，你就回来了。真的很拼，这大家都是很认真的。